是裤裙哦，它是裤裙，它不是裙子。然后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日系才会有的款式，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可遇不可求，因为很多裤裙都是做到宽裤裙，就是长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给你这个是膝上款，它是水洗的斜纹布，水洗的斜纹布，然后整件呢、啊、手感是雾雾滑滑的，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，质感很好，对，雾雾滑滑的面料，非常挺，可是是薄款，是轻薄挺。很好穿，然后腰部的部分你们看一下这个超弹，我跟你说这个到3L 都4L 都可以穿，这个到3L 4L 都可以穿，孕妈咪看一下，我们真的不用去买孕妇的裤子，看一下，而且这个孕妈咪都没有问题，它的松紧带是舒服的，你们看我这样放开它是不会啪一声的哦，正面这样子的打折，这样子缩腰起来，裤型很自然的 A 字裤管，然后这个裤管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绝对可以装 2.5 只我的腿，长度不用担心会曝光，看一下我直接弯腰给你们看，不会曝光，长度完全不会曝光，这个真的可遇不可求，我真的要大推你们，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很少有，然后如果通常只会存在那种日系百货专柜，可能就可以直接开2280、2580，因为这一件真的很修饰，就是它肚子的地方以及它前面的打折，那它的那个裤子的裤管宽的部分是非常大的那种宽裤管的那个概念，所以你仔细哦，你远远看哦， Kiki 的脚又更瘦了，棉花糖不用担心下面看起来变蓬，你们看衣服拉出来，对，再稍微压一点点下来，你看整个型超好看，超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超好看。